娘，我仔发烧，系咁咳同气喘，系咪感染肺炎啊？佢有冇打过肺炎球菌疫苗啊？我唔好记得佢打过好多种疫苗，不过张针卡唔见咗。咁有冇帮仔仔登记加入电子健康记录互通系统啊？最近登记咗。咁佢嘅病历资料同疫苗记录都可以喺系统睇到。有咗呢个全面终身嘅记录，小朋友可以得到更妥善嘅治疗。